农胜乐母猪纤维栏，厂家直销，价格实惠，结实耐用，品质保障。一、主体围栏采用整根 2.75 臂厚热镀锌六分钢管，一体冲压成型，减少焊接，更稳固，耐用十年。二、围栏焊接处采用冲弧二宝焊焊接，焊接紧密，无虚焊，无漏焊，无脱焊，更稳固耐用。三、门扣、吊扣均采用 4.5 厚冷镀锌钢板，焊接牢固，更耐腐蚀，寿命更长。四、母猪食槽有不锈钢食槽和钢板食槽可选，不锈钢食槽耐腐蚀，易清洗，钢板食槽三找固定，稳固耐用，大型养殖场都在用的母猪纤维栏，赶快订购吧。